upload 上去的那個 Total War Tools 的 zip 檔，然後將它解壓出來，解壓了之後呢就有一堆檔案型。咁首先第一步呢就要開這個，之後按 Pack File， 跟住 Open Pack File， 然後找回你 Download Unzip 下來的個檔案入面的 Template。 咁我附贈了兩個 Pack File， 第一個呢就是主要勢力的角色啦，而第二個呢就是一些隨機的武將啦，即是大眾面的武將。咁睇你需要改邊類型嘅武將就開邊個，譬如開呢個 Main Chop 嘅咯。咁入邊 UI Character 入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名嘅角色啦。譬如我要改曹操嘅，咁我咧就要將曹操呢個解壓出嚟啦。咁成功解壓咗出嚟咧，佢會係一個 UI 嘅 folder 嘅。咁你打開佢，你會睇到我解壓咗曹操一個 folder 啦。之後開啟入邊入邊有 compose 有兩個 file 啦。咁我哋要改嘅咧，淨係改入邊一個head 嘅檔案嘅啫。咁然後下一步呢就要準備相應的素材啦。咁我哋喺網上面揾咗啲相啦或者圖呢，咁你發覺佢個你發覺佢有可能嗰個解像度好低或者好模，譬如呢張佢個尺寸800×900幾就 OK 啦，但你有時會有機會揾到啲500×400幾嘅，咁嗰啲擺入遊戲入邊咧就會好模糊或者好差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你可能就需要將佢個像素放大。咁我推介一個網站咧，就係呢個 Wife2X 啦。咁你將張相擺上去之後咧，它就會自動幫你將像素放大兩倍嘅，但係有機咁 download 完張圖之後咧，咁我哋咧就可以開始修理呢張圖，點樣去背同埋補翻一啲去背因去背而唔見咗個位啦。咁首先好簡單，你將呢張圖就用魔術棒將佢去背啦。咁你撳一下 delete， 佢就已經冇咗好多白色嘅位啦。然之後咧，就再碌大啲咁樣去修補期間中間嗰啲唔要嘅位置。有時頭髮同頭髮之間都會有少少嘅，咁如果你想去埋咧，咁就 delete 咗佢啦。有時有機會咧，佢就唔小心會跌到啲頭髮嘅，咁你可能就要考你修圖嘅技巧將佢補翻啦。咁基本上冇曬白色嗰啲位咧，其實已經係一張可以用嘅圖嚟。咁我哋之後咁就可以 save 咗佢先啦。咁之後就可以進入下一步，將佢拆件啦。
咁喺我個 file 入邊咧，就準備咗四個 template 啦，即係嗰個 tools 入邊 template file 入邊有四個 Photoshop 嘅檔案嘅。咁我哋逐個逐個嚟。第一個咧，我哋第一個要整嘅咧就係 face 先。咁喺 face 呢個 file 入邊咧，下邊嗰個對原圖嘅對比啦，第一個係 guideline 啦，嗰啲。即是我畫了那些線給你對的，那首先你開了這兩個線，然後呢你就可以將這張圖放進來了，那你就拉回小去拿回對的位置，然後隻眼呢最好呢就對到兩條線，而隻腳呢最好就可以碰到下面，咁你拉翻好個比例，大概咁樣。將呢個圖層拉到最拉落中間，咁你就可以睇到啲線有冇對到嗰兩隻眼。最多，我覺得對到呢兩隻眼已經係最中間最標準啦。而右上角嗰個 level 最好就唔好遮住啦，如果唔係就唔係幾好睇。所以基於呢個原因，基於隻眼要對正中間啦，同埋個 level 唔會遮住啦，呢兩個前提之下去修改個位置。咁個位置擺啱咗之後咧，就可以 save 咗佢啦。然之後下一個咧就係半身圖。就是用回剛才那張素材，這個拉到去腰咁上下就差不多，然後又是人物要在圓的中間，那個頭頂呢最好盡量不要過個圓啦，這條紅色線是死線來的，千萬不要過，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就會見不到，就會cut了頭的。給你們看看這張圖，這個是軍隊的個圖來的，如果你的頭超過了這條線的話呢，那它就會cut了一點點，不是挺好看，所以最好呢就不要超過這條紅色線，上少少都冇所謂，接近都冇所謂，只要唔好過就得。咁之後咧就摁先曬佢啦，然之後咧就可以 save as 啦。然後下一步係卡圖，又係用翻啱先嗰張素材啦。呢張圖個 size 咧就下邊係菠蘿蓋膝頭哥做標準啦，然之後又係呢度呢個綠色圈要至中啦，大概咁樣。咁原圖嘅 template 咧就係、是、原圖咧就係咁樣嘅，咁最好啲下爬嗰啲位置就喺呢條紅色線之上啦，所以呢個我覺得都可以拉大少少。大概咁樣咯，即係紅色線係點下爬，跟住。呢度系个顶，个头可以过少少，咁系 in game 嘅时候就会显示得舒服啲，咁又可以 save as。然之后呢个都好简单啦，又系用翻一开始嗰张图。
拉到差不多大小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下我画的那些线在图层17。下低这条线呢就是我们量度下巴的，那你按这个圆出来会看到个圆的 size 就是这么大个，那又是至中，然后下巴顶住下面那条线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咁樣咧，你撳呢個圖層啦，然之後撳住 Control， 跟住 Left Click 呢個，咁樣就會框咗個圓。然之後你再撳 Control J 咧，佢就會解咗呢個頭像出嚟，咁就可以 Save As。咁樣咧就集齊咗要轉立繪嘅嗰四樣嘢啦，就係、是、Half。Head、Face 同埋 Cut 呢四樣，咁之後就可以進入下一步。咁下一步咧，我哋就需要將呢四個 file 替換落去原本嗰文件夾度啦。咁就呢個過程咧，我哋需要開啟一個替換嘅工具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。呢个一个大陆软件啦，咁你开咗佢之后咧，咁你就将啱先我哋一开始嗰个 UI 加出嚟嗰个 UI file 入边曹操嘅呢个档案啦，咁我哋要转嘢好简单嘅啫，首先我哋开翻啱先准备嗰四个档案啦，咁然之后曹操嗰个。文件跟住一直撳入去，你會見到一個叫做 head 嘅 PNG 嘅，得呢個係有圖嘅啫。咁我哋就拉落嚟呢個原圖啦，然之後你要改嘅全新圖啦，你係啱先整嘅，咁就轉換啦。佢轉換成功之後咧，佢會有一個。SRC 嘅呢個係佢備份嘅檔案嚟，如果你驚唔見嘅話，將呢個 SRC delete 咗佢，變翻 PNG 嘅話，就係原先啱中嗰只圖。咁你拎到呢個檔案之後，呢個轉出嚟嘅檔案之後咧，你就 copy 佢啦，然之後好快咁去 replace 其他檔案啦。咁呢個全新圖搞掂之後咧，就開始另一個 folder 啦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。佢呢個有三樣文件要轉嘅，第一個咧就係、是、頭像嗰個啦，咁你撳入去，跟住又拉翻，去轉翻呢個啦。咁你轉完出嚟咧，又係 copy 佢啦，然之後 repaste 出邊嗰個，跟住呢兩個 copy 佢。去 mini 嗰度 repaste 呢兩個，跟住咧就去到本身圖又係同樣啦，複製，然後擺呢個，又係將呢個複製跟住 repaste 翻。跟住去到呢、這個軍隊嗰、那個，咁又係擺落去。又係咁樣咧，就基本上替換完成噶啦。咁你準備咗呢個檔案之後咧，咁你咧就可以將呢個完成個 file 曹操嘅呢個 file 開翻落去。Steam character 度，即係你 Steam data， 然之後 UI characters 擺落嚟呢度，咁樣咧你就會可以轉咗個木立繪啦。咁最後一步咧就係入嚟睇下個成果係點。咁我哋入 game 睇下效果。咁你會見到曹操已經轉咗做黑死霸，
一扫宇内，天命所归。火烬灰飞。咁我哋嚟睇下效果啦。咁你睇到左上角已经见到咗黑飞白啦。之后你揿过嚟呢度，团结一心。咁全身立攰都好出奇。另外，如果你觉得啲白边唔好睇你收徒嘅时候，无关此地人丁兴旺，天下兴盛可知矣。内政入边咧，佢都系影正确咁显示咗出嚟。族谱都系啦，人物关系图都系啦。之后军队呢度都。强者志气已坚，绝不苟且。咁咧，呢个就系简单嘅立功方法。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欢迎你俾个 subscribe 我，多谢收睇。